下一站就特别哦，当然是吃，因为现在夏天到了哦，除了吃冰喝凉饮外，还有什么呢？有个东西一定要吃，就是凉面然后来吃凉面。吃一间，跟你讲，沙鹿最好吃的凉面。哦，那个也是网友评价的哦，我们沙鹿那个社团嘛，来评价熊喝起来几根凉面。他、刚好最近有车友，他刚搬来沙鹿，所以都要介绍几间隐藏版的，可以摘一下。这个凉面哦，外观看不出他是卖凉面的，等下就知道。在三民路齁，所以等一下台湾大道就很方便，台湾大道几乎是往宣传每天都用到的。然后就要走外面了，因为整个把我们这海线这里串起来了，海线串到市区去了。三民路等一下下一个路口就要右转出去了。三民路就可以往丰原方向，往中庆路去了。哦吼，又在遮阳了哦，又一个在遮阳了，里底下躲太阳。现在看到那个哦，那躲在躲太阳的那个都最那个，最要罚钱了。哎，我影响到后面的人的安全。好，永进房屋到了，永进不动产，他家永进不动产的隔壁那一间，右边那一间，右边那一间，对吧？应该对。凉面到了，就是这一间，完全看不出是卖凉面的，三宝凉面哦。哎，你好，哎，买凉面。你是零三顺一麻吗？哎，对对，三哎对对，三顺一麻辣，对。坐一下。好，好，谢谢。哎，还可以再多加吗？还是好，那再多一碗蒜味的。好，四蒜，哎，对，四蒜一麻辣，对，谢谢。你要去玩？哦，没有，我们刚下班。刚下班。对。那才是上大夜班喽。一点到八点的，对。哇。津贴会比较高吧？对，对，大夜才会有，才有津贴的，会比对早中班比较少。哇，你们分量很足哦，呵呵，分量很，这样很棒，很棒哦。夏天就是要吃凉面。那我们有贴标签的这一碗就是麻辣。哦，好，好。比较容易。哦，有贴标签的。好，有贴标签，我身位都有贴标签。好，谢谢，好。这碗身位都贴标签，他们也贴标签。麻辣好，还酱料是在里面。哦，还附哦底部，好好。Okay, 来，老板娘先给。将菜全部冻起来。哦，原来，哎，酱是多少？我忘记算。
五，把帅位的是35嘛，对，35×4=140，还有一个麻辣的，哎对，185，哦185对，好，哎，现在有个促销，就是嘿，买10碗就会送1碗，哦买10送1，好，哎对，买给我爸妈吃干，对对对对对，好好好，喜欢再来买，好。不会不会，好，谢谢谢谢。哇，特别啊，这个面，五盒有原味，四碗原那个蒜味，然后一碗辣味，试看看，特别哦，不知道这里有卖凉面哦，特别。哦，沙鹿最近很多美食，有那老店开那个开实体店了，再慢慢的带大家一起吃。